晨，来到早啊，今仔两颗星啊，两颗星拍天啊，啊，迄个飞机嘛是讲啊无巧，搁咱出来钓一个好啊。我想讲啊无好啦，要钓找一个比较散风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马沙沟这边来钓鱼。哦，疯了啦！来，打开。哦，今仔拍粉啊，今天也是来玩打粉哈、哦。打粉讯号比较多啦，新手在练习，看标的讯号会比较快。拉拉、欸，这个先搅拌一下。哦，我准备那个外焦勇士啊，那个夹麦片，请把它搅拌一下。好了，然后再加上这一包。这一包是这我做的虾酱哦，这是黑头姜类加出来的姜哦，来把它剪开。好，一包 A 沙的话就加一包就好了。还用水落落的，大家落落的。然后就把它搅拌哦，啊拉拉的，这个虾酱加下去之后啦，那个幼鱼还有鲫鱼的效果会很快哦，会加倍啊，然后不错使用哦，大家可以老苏牙威。可以跟我联络一下、哦、阿彪不要搞蹭。好了，准备工作完成了。那今天的饵料，我使用红虾仁，哦，还有我自制的不动虾。这个应该后期不动虾我也是会推出啊，哦，推出来做贩售。来介绍一下海蛙之它的钓具配备，那配备是核心的海上钓箍 S350 啊，那个配 Disciplina 3000元的嘛，对，3000元，对 ，Disciplina 3000型的水线器，然后母线它用4号，啊子线会用1.75，然后再加。2.5钱的鱼骨标哦，抗浪标，然后再挡珠浮标做卡拉棒，再加快速铅哦，这是他今天的钓图啊。核心这只海上钓箍还不错，其他有信心吗？有什么有什么钓 OK 不？有什么钓的？加班呢，人就是有自信哦，再加油钱呐、啊，你的自信再加油钱就可以。开始钓了，两个水深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哥不管你，时间紧迫啊，越晚风越大。好，抓袂，
水了。开门雕，拜拜。花生酒，中了。哦，下班的 OK 哦。第一只钓，回去，没办法，来，这冰箱柜子，较大只，钓鱼。吃南极虾，再一批，钓鱼啊！哈哈哈哈哈，这样也被我蒙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Hello， 我已经没回程了，快闪了，快闪三个小时啊，风很大，拍无盖好钓，无盖熟悉啊。啊，回去今天打回。新手难免会这样啦，然后出来学经验啦。啊，今天我用那个自己做的不动虾啊，啊还有红虾仁哦，啊钓这四只。这边的场子哦，鱼体不大啦，然后我又打粉。今天心情感觉没那么多啦，没
没有很多，没有像好天气那时候讯号那么多。想说今天带他来马烧沟这边哦，讯号会多一点，让他多学习一下。啊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能放假的时间就是这两天，刚好天气也不好。啊，基于钓鱼人不是有天就冲了吗？还管什么好天坏天的？有天就冲啊啦，出来钓个开心，摸为了碰个海水也好啦。最主要的是想要摸摸自己的钓竿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也好歹也讲两句，你嘛讲两三句啊话，串场者，串场者，安尼会使啊，会使，有钓鱼啊，无讲久就会使啊，有啦，今日看鱼啊，是啥物型的啊？对啊，